小小的演艺圈里挖呀挖呀挖，做小小的坏事就一触即发。挖呀挖呀挖，嘿，挖挖挖挖呀挖呀挖。三妹去 go， 很脏啊！别这样，三妹，我不会，我认得，我不会这样，这样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也很脏。其实我蛮喜欢你的。你的演艺事业在过去来讲不是很顺遂，很辛苦，对啊，真的，然后将来你就慢慢习惯，不是，没有哎，就慢慢轻松讲了，对啊，我们要今天以来也是要求新求变嘛，哦，不能好像人家说啊，他只会演戏，然后来综艺节目干什么？想变什么？因为我本身以前也在，你干嘛心虚？我在夜店里面也有任职过嘛，所以夜店里面就有音乐。对，今天不是表演调酒，那调酒太好。Bartender， 你们以为都是假的，对？好，来 ，Grasshopper 里面是绿色蚱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哇！在想，他在想薄荷酒，个屁！绿色薄荷酒，绿色薄荷酒，对。能再来呢？这就蚱蜢了，蚱蜢要去吃下去，真的蚱蜢吗？那是什么假酒？很久没来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加有奶，因为它是浊的。Bloody Mary， 血腥玛丽我就会了啦 ，Vodka 啦，番茄汁、芹菜条，然后辣酱油，然后还有那个东泉黑胡椒，东泉的哦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蚂蚁的，真的啦，不是，今天我真的要表演是 DJ。DJ 叫的，你只要过我这一关，你就可以表演 DJ， 好不好？好，请问 DJ 的英文全文 ？Disc jockey， 哎呦，哇靠！这一定要会吗？有准备，刷盘 scratch。但 DJ 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 DJ， 罗百吉。开到320，外貌要好看，他是有内容的 DJ 哦，外表而且要知名，对，至少排全世界全球百大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蓝心蕾，我们想蓝心蕾是还要舔一下嘴唇，我要想一下，太久了吧，百大 DJ 第六名呢，第六名。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哦，有真的。然后我们日以继夜的不停的训练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说他要出来跟你一起表演？对，当然。我的妈呀，我竟然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问你，完蛋了！蓝心蕾，还有马里奥带来的吊打 DJ 台。耶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综艺达人们 in the beautiful night. So now we have a special DJ party. Let's welcome the Xin Lei and Leo. Yes, we can.
觉得接得不好，他刚刚有你，我烦我们不要吵不闹。一切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带观音小气鬼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，把二的拉菲成牛肉放在身上。切切！从中街口一路到小东路，今天的小票都往口袋上。小子卖就是，小子卖就是，心里想的是啥子？就是拆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，就是拆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。就是要让他开心快乐，嗨哦，没错，嗨，好嗨，真的很棒，真的会嗨，真的会嗨，感动嘞，对啊，好会带哦，干杯，干杯，哇，好想干杯哦，对对，你那个动作，来来来来来，评审老师，我觉得那个再次验证了音乐不分国界，也不分语言，没有，那听不太懂马哥说什么，但是好像又感觉到他叫我做什么，对，很喜欢听他在那边乱讲。我那个里面 rap 里面学了韩文，好，还有广东话，但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养狗养马，养狗没有，哎，养马，一米的，一米的，一米的，十米的，十米的，十米的 ，smart score， 哦哦哦，我养的，我养的狗四米大，四米大，你养的马一米大，一米大，对，你养的是马是狗 ，smart score 叫韩文 ，score， 非常 DJ 的这个素养，还有潜力，有哎，因为他就是还蛮会带动气氛的，对，超可以，对，就很好，可以哈。是是，那在刚刚在机器控制上呢？都是我在弄，都是我在弄的。哦，全部都是我在。刚刚我有旁边看的。哦。还有转一些效果啊。哦，有效果，效果。DJ 就是有些效果。哎哎哎哎哎哎！转那个钮，转那个钮 ，button 很重要，跟 scratch 分数放在老师心里。这种就直接讲出来没有关系啊，就是目前第一名。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？还是没有？我觉得刚才气氛真的都很好，大家就是不你讲的好敷衍，怎么会是讲气氛？我刚才讲到527看股股，527看股股，527看股股，527看股股。有这句吗？有这句？我有讲，我说527看股股，527看股股，527看股股。鸡大一不大，一不大鸡大，快嘴快嘴，比胸罩还快。嗯，对啊，我是鸡咕咕，我是鸡咕咕，对，有了。累了是，累了。好啊，只是老狗累了。等一下再站。我们节目里面表演啊，从来没有像今天压力那么大。对，确实啊，对。哎，就是他们是有啊事件要爆出来的。哎，我是也是用这个歌曲一个小小花园这个儿歌，我女儿都会改编成蜜兔，改编成也不，我们也不要在人家上面伤口撒盐。哎，我就把他们的疮疤直接掀。喂喂喂！哦，
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，就小小的、小小的黑暗面。所以里面会有一些 diss 的内容。什么？哎，也不敢说 diss， 我们是针对人，哦，对人不对事，对人不对事，对，就小小的回忆。唯一可惜啦，因为这种歌你应该就是邀到强大的那种跟你助演的人马，有助演的来宾还是找到非常非常够，今天全场的焦点，欢迎我的指导老师，真的假的？谁啊？就是刚刚你讲的姚彪，姚彪，哎呦，不可能吧？真的。歌名叫《屌打 DJ 台 2.0》，哎呦，这么奇怪，因为上次已经造成广大回响，哇，真的轰动，轰动度很够啊！哎，我就想说啊，再来让大家再来批判一下，哇，来来来，好，那就带来《屌打 DJ 台 2.0》。耶！哦哦哦哦哦哦哦耶 ，That's good。你好，我想。我耳机里听的是誓言版求佛。什么啦？不对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你拿的不是耳机，是电动刷头。刷头？哦哟。刷头？帅帅帅！在小小的演艺圈里挖呀挖呀挖，做小小的坏事就一触即发，在大大的人设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有错就承认没事，别乱开枪。老师的厕所门口啊，敲啊敲啊敲，看可爱的保姆擦出爱的火花，在潘老师的房间门口敲啊敲啊敲，听到保姆在房间里面笑哈哈，对潘老师超大的胸肌敲啊敲啊敲，那保姆的微笑像小小的花。老师小小的脑袋敲啊敲啊敲，被禁忌的恋情开大大的花。陈玉玲在地板上啊找啊找，说小小的银眼啊真的好难找，三更半夜跪在地上找啊找啊找，原来呀要赌气不让他回家。后宫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在后宫里面女孩妹妹个个美如花，在小宋的情爱里面滚啊滚啊滚，有滚滚的女孩但没有火花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挖，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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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，这小小的豆干再配上爆米花，这大大的热茶喝呀喝呀喝，大大的啤酒配着猪肝花，小小的喉咙哇呀哇呀哇，就小小的猪肝透着爆米花，在大大的客厅哇呀哇呀哇，吐了一地的老婆气到你家。Oh!
表演表演太到位，太精彩了嘛！真是哇，太厉害太厉害！去哪里？哎呦，哎呀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要教教教教，跟你讲要来嘛，是不是啊？要来要来，真的要来！哇，你刚刚整段的表演太精彩！等一下，他刚刚表演成那样，对，我已经快累死了，趴在地上挖，等一下，躺在地上挖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刚你有表演，我刚刚前面不是跳火舞啊？但是我们眼中只看得到妖娇哎，求佛，怎么可能这样？你这样还看不到我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么有烂，对呀。这样子的合作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哎，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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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没有办法专心。他的心是善良的，对对，不要被外表误导。脸是面恶心善。好了好了，这样讲真心话，趣味感就对了。哦，很好看呢。你刚那一段，因为我们就会想要看你要挖什么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艺能节，我们都是一个愿意把欢乐带给大家的，才会。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你穿耍呗啦，人家罗穿的程度比他们更严重哎，拿督拿督喘吗？对不对？他好像跳了两遍拿督拿督，拿督拿督才喘吧？他们都是健康的，你们身体有哪个比我健康？没有啊，问题嘛？你们有三高？没有啊？没有没有。你们有冠状动脉粥状吗？没有。你们血脂肪血液很浓吗？没有。那马哥也没有骄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这样子，就是我当兵的那个时候是在新训中心林口宪兵4个月，恭喜恭喜。那而且宪兵训练4个月，前2个月是不能会客，不能会客。那我跟我女朋友其实感情是非常好的，真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是一天一封信，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第一次会客。第一次会客，我第一次会客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的学妹。学妹，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只身前来，他从故乡来看你，就从台北，就从台北嘛。我说真的，然后他一个人真的是风尘仆仆的来，真的风尘仆仆来，风尘就他一来看你还拍一拍的，哇塞，太贱，风尘仆仆啊。然后我真的是高兴，很高兴看到女朋友，然后他带了一点吃的小东西，好像卤味这些，还带了2个橘子。然后可是呢，问题就出在，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满到不行了，就是看到他就好想，所以就呕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真的是，而且我爸爸是军人，哎，其实我从小长大，我就是军事教育，是，我就有个军人魂，我是真的，就是反正我就规规矩矩的，就是陪着他，然后因为很那总是会想要摸摸他，碰碰他。可是就是我一摸他，他就说啊，你不要碰我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真的我，他说我你这样碰我很敏感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也快满出来，我也快，我早就上去了。我说这样也不要做，对，因为那个手是有体温的，那个是不能，因为你太久没有碰他，以前是哈，翻越覆雨六公六公，你不要形容那么详细，我还有画面呢，不要再讲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就说你受不了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卤味还没吃，才吃第一个橘子就已经硬起来了，真的是忍不住。我说我看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快昏倒，我就说他说要不要去厕所，要不要去厕所？他说可以吗？我说应该可以吧，没关系，小心一点就好了。然后他就先进去军官的厕所，然后还有站位，还有一个同梯的站位兵哦。然后他就进去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看，然后他就进去了，因为那间第二间没有人，我还记得是第二间。然后我要进去，然后我同弟就看我就这样，哎，好，我就进去了。那同弟说什么？好，那对，待会该我。我这辈子做过我自己最不好意思、最羞耻的事情就是那一次。今天跟大家讲啊，我懂了。他一开门，看，哎，下次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情况是你会害怕，因为如果被长官知道怎么办？完蛋。但是通常那个时候啊，说真的，营区里面长官都很识相，其实都是在可能在别的地方，可能他们自己聚会，或者是就是不会去管这么多，因为男声音小声一点就好了。那我就很急 ，S 腰带又卡了，哇，打开一放，那个水箱是。瓷的 ，S 腰带那个头是铜的，枪，然后啊，然后那个厕所的隔板呢、啊，还不是到底的，中间还留这么高。对。那我就说，我说你站中间一点，站中，不要脚跨到隔壁去。我就很快，我就
很快，好，赶快。其实那个时候说真的，虽然是那么久没有操作，因为太兴奋，很快，很快，就是几秒的事情。当然的，当然，一下子。你演的太传神了，你为了激动看呢？是啊，你干嘛演成这样？就很快，就是因为太紧张，你会。很紧张，是整个就是僵硬的。这没事，这说出来没事，这没关系。现在用全国讲，很少人会做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年轻人，因为真的忍不住了，蛮大的。我相信可能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。对，可是你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还有后面那个宪兵，你们可以出来。我敢走，对对。然后大家也不会对你怎么样，就是把那厕所洗两年，永远难忘哎。你看他现在记得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好像非常清楚，在昨天而已的，非常清楚啊。昨天没有，昨天是在公园，不是。没有，那个是几月份？我进林口是11月16号进去，我记得是要过两个月，冬天，一月中。那个时候其实不会冷，对，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人是烧的，火炉啊，那个是整个人是烫的，烫的。我女朋友就说，她说你不要碰我这样，你碰我会受不了。对，你是不是得萨斯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我哦，那是。那种紧张，你没有碰过、经历过这种紧张。现在是刚做完的啊？是，就是我跟带着女朋友，我们去这个海产店，就是饮酒作乐，开开心心嘛。嗯。那通常男孩子会说实话，大概都是在喝完酒之后会说实话，会说的比较多。哎呦。然后呢，我女朋友长得其实是不错的。是。然后我朋友就亏我说，哎，那个马里奥啊，你有能够交到像这样女朋友，你是上辈子有烧香啊？我说，哎，什么呀？好像讲得我很丑一样啊。哎。开玩笑，我以前在夜总会。在那个美食餐厅，对，我们那个餐厅是 Hard Rock， 就是以前的就是夜总会的牌，我们有什么 band 啊，喝酒。我说我是红牌啊，我多少，那我就会稍微就开始激动，吹牛一下。那我女朋友就听我讲，她说那你以前做什么？我说我以前在那边干经理啊，干经理啊。哎，你叫换上啊，经理啊，做经理，我就做职务经理。然后我说，他说是啊，那你都做些什么事呢？我说，哎，我就是照顾客人啊，然后那些女客人都很喜欢我啊，艳遇不断啊，一夜情啊，怎么样子的，还有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觉得说，我很脏。那是感觉是很脏啊，讲的是实话，因为那个干经理的很脏啊。等一下，人不轻狂枉少年嘛，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岁，硬邦邦啊。那总是会就是啊，看到喜欢的，可总是会这样子嘛。我曾经有过很多女朋友了，那有女朋友，你能说只有牵手吗？不可能牵手嘛，一定第一天带回家就快乐了嘛。他说你脏了。我说他现在不会，我现在只爱你一个。他说你还是很脏。那我招谁惹谁？他从那次他就觉得我不干净。对对对。然后那可能有时候就那好，从第二，比如说第二讲完第一天，第二天那可能一起睡觉啊，那可能就是哎，好弄一下。他就说你不要碰我，我觉得你好脏。哎，那我想说大概是第二天他还觉得我脏吗？心情还没抚平。哎，那第三天第四天我想要碰他的时候，他还觉得你好脏哦。哎，一个多月以后太夸张了。我每天死啊！还丝瓜布对不对？用钢刷吗？他就不跟我，做爱，就不行房了。那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子，我现在不会说看到谁就可能就说你刚刚讲说什么下半身，现在我们会克制啊。我有女朋友了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而且体力也不好。重点是体力不好啊！你头不想一想嘛，先看一看想想就好。我们不会说亲自去做，因为会自爱。那你不能把以前的我的过往去评断我这个人脏啊。那我问你啊，那 OK， 你讲完以后，你真正的下场就是一个多月不能行房。他不止一个多月哦，快两个月啊。不能行房，到底有没有呢？一定有，有吧？最喜欢用这种东西来，哎，我就不让你碰我，哎，怎么样？让你难过。我问一下，哎，你们有生气，然后就不跟男朋友行房的经验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她也是知道她男朋友年轻的时候就是很风流，然后结果，然后她知道之后呢，她叫她男朋友去做性病检查。性病检查去做筛检，而且要各个的性病做筛检，然后检查报告出来之后才可以跟她行房。不说真的。
一个一两个礼拜，我觉得可能哇伤到你了，因为我可能以前比较风流，会比较那个。嗯。可是我觉得你有时候太久了，我就。那我就那都怎么样呢？那就不要嘛。你是不是恼羞成怒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太过分，太 picky 了。当你一开始决定用钱这个动作去交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人。他就是一个爱比较，他就是一个爱炫耀。他不是一开始没有那么明显。他当然一开始不会表现出来那么明显，可是你用这个动作去交女朋友的话，你。就会被这种我们爱面子嘛，对啊，吸引的女生，那你就可以想到她会是什么样的啊？100多万去买 A 片，你打到精尽人亡。能不能现在不要讲？因为你已经这么感性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我当然也知道，对啊，所以你方法就是不对。这边还要跟很多真的年轻的男生朋友讲，真的不能用金钱去追，对，真的会出事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所有女生都看那种，我知道，你努力追一个人，他要靠你真心，你没有真。但是我有讲，我说就算我是穷，我也是最爱你的那个穷鬼。可是没有用的，对啊，已经把养坏了。可是他平时其实一开始不是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有别人了啦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爱上别人之后，你怎么看你都不顺眼。对了。你呼吸都学你，他不爱你的时候，你连你能量和血还黄。已经宁可要个不爱他的有钱人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骂他，我骂不下去。我是说，我是觉得他可怜吗？觉得还蛮可怜的。对，比那种那个没有钱还要赌钱那种。对啊，人家当铺那玩意儿。只是我觉得，如果金钱没办法满足他，可以用其他地方满足。什么地方？我床头吵，床尾对不对啊？我就是不讲这点，我身体不好了。奇怪，你是要捅穿我吗？而且是别人讲出来，他讲出来他更难过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有一个地方啊，我们其实，在蕊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个东西，我不要讲，我不要怎么能讲，因为节目的尺度关系。对，他的部位问一下腹部了。就在前柜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他就故意算就损我，他说，然后比如说我姐妹她喝说，哎，别喝那么多，待会回去跟你老公还恩爱呢。他说，哎，不用不用，他很快了。是真的吗？其实他是慢慢的已经变心了。我们家从来没有给我太多的物质享受。OK， 我从17岁以前呢，我没有在人家家里过过夜，我没有在外面电影院看过电影，我没有单独去百货公司逛过街，我穿的衣服都是表哥他们打下来的。我妈妈是裁缝师，所以我会穿我妈妈做的衣服。来国光之后，我来台北只带了2万块钱。我爸跟我讲说，这2万块，我爸说上学期我可以供你吃穿、吃住、房租，但是你如果下学期你没有找到工作。你没有办法半工半读，你就不要读了。你回来家里，我们家里没有这个钱让你去台北读书。台北的消费物质是很高的。我很争气的，在第二个月我就找到工作了，在一个素食店香积城打工，1个小时42块。我就才从此开始没有跟家里拿过钱了。退完伍，很幸运的找到一个美式餐厅的工作，很开心了。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月是35000块钱。哇。那个时候我22岁的时候啊，可是我刚刚有讲过，我从小没有享受过太多物质，所以我就会有点，我想要把以前所没有爽到的，我要争取回来。我也学会了坏习惯，然后就是会去穿名牌，因为我很虚荣，我很自卑，我必须要靠这些外面的东西来表示我很强。可是加入了这个又换了一个新的跑道之后，我做得很不顺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摄影机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话，因为可能在试一下很好笑，可是一上节目，因为很自卑，觉得好跟这些前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，因为特别是跟我们家族的 No 哥、No 哥、辉哥啦，或者是小钟他们都是很有知名度的，那我就会很退缩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讲话，该不该丢这个梗，实际上我可能想要讲，可是我不敢讲，表现就会不好，一不好就被制作单位打枪。这单位很现实的，你一次不好笑，他以后就不会再发你了。所以每次呢，制作单位制经人跟我说：“马里奥，你要好好表现哦。这次是比如说你跟 No 哥配的，一搭一嘛。”制作单位才要啊。然后我就很有压力，我就一有压力就越做越不好，越做越好就被人家嫌弃，那就是很没有信心了。那就开始就是，所以我从开始来台北，我加入我出道15年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打工，我一直都在打工。
我打到今年一月底啊，我才辞掉我晚上的工作，我决定专心，因为现在比较好一点了，我必须要专心的去拍戏，专心的来录影。我欠了很多卡债，非常多的卡债，我同时有最高就6张到8张卡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也交了女朋友，交了女朋友一样花钱，因为狮子座 A B 型爱面子，已经没有钱了，还去刷卡买钻戒给人家。我感情其实很脆弱，我外面很刚强，我感情很脆弱，因为我自卑。我跟女朋友分手之后，我的女朋友呢被我的好朋友拔走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去借酒浇愁，因为我就要喝酒，喝醉还骑车，骑车还出车祸，这些事情到今天我爸妈还不知道。出了车祸，我的朋友呢，因为我朋友是开车跟在我骑摩托车后面，所以我摔车他们亲眼看我摔车，然后摔了车之后送我去医院，还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，拿着手机打给我的女朋友叫她来照顾我。我女朋友冷漠到就是她看了我在医院看了我说，哦，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，你活该啊。她就打给我妹，叫我妹妹来接我回家。交了女朋友，交了我被甩太多次了啦，感情这种事情我经验太多了。本来交往要结婚了，后来他又跑掉，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要叫我等你等到什么时候？你现在根本，因为都没有知名度的，我是这两三年才比较有点成绩。到从来后来我真的有卡债太多，然后工作又，这打工的工作钱又不够，我一直都是以卡养卡，然后入不敷出，反正到月底月光族，每个月都要烦恼，说我要怎么样才能生出那个最低应缴金额。我最后受不了了，我才要跟我爸爸讲。我爸后来就说：“你现在到底欠多少钱？我爸来帮我还这个钱。”我老实跟你们讲，我这么欠揍、这么白目的，我请我爸爸出面了两次，加起来100多万。后来有一次呢，我就一直没有成绩，我在演艺工作也不顺。然后有一次我就喝醉了，就打电话回家就哭了，因为我是我们普家的，我姓普，我是我们家的单传。我妹妹也结婚了，我妹妹不生小孩，没有生小孩。然后我就哭着跟我妈讲说，妈，对不起啊，我呀就是都不孝顺啊，我说都没有办法让你们，有孙子抱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妈说，哎呀，是什么年代了，讲这个干什么？我说那将来要是你们走了，谁来帮你们那个扫墓啊？我妈跟我讲说，没关系，我跟你爸爸都签大体捐赠。我们不用你扫，我们的名字会放在医院里面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自私，我到现在45岁了，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拿什么结婚。所以我刚刚说，对于未来，我不知道未来我会变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我能拍戏上通告能上到几岁。我现在好笑，那我明年会不会还是很好笑，还是会有新的人也会上来。所以我现在也有在存钱，也许我将来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也许如果我现在有女朋友，如果说她愿意跟我一起吃苦，如果愿意帮我生个小孩，那我也很高兴，我也会好好对他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家里的爸爸妈妈是我最大的依靠。我到了，他们到现在还在担心我。可是我爸每次都跟我讲说没有关系。他我爸说，其实我没有逼你要结婚，我也没有逼你要生小孩，我只希望儿子啊，你要开心就好了。爸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可是我希望你们看到我们都能够一起开心。就是这样，讲完了。我这个人哈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对事不对人。其实我对你这个人本人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但是我必须说，你有时候在讲话那个脸真的太讨厌了。哦，那要怪我爸爸妈妈啦。讨厌的。对啊，你看不怪我，这个嘴脸就是这个嘴脸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有一点哦，你呢入行这么多年了，不久，15年而已、啊。哦，15年其实蛮久，然后到现在还站在这边，然后而且重点是对不红啊，我承认我不红啊，对啊对啊。哦，没有，而且重点是啊，你不要那么爱倚老卖老。我没有卖嘛，你就是倚老卖老，我只是分享。什么事情好像都 no， 你根本就没有分享生活经验。你是一个会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打卡跟自己的女朋友，然后就在上面骂女朋友的人。我没有骂，我没有骂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非常的不 OK。还有你刚刚说我们的伦理道德不太对，那请问一下你的伦理道德呢？你看刚回顾那个 VCR， 从头到尾都是他在骂我，而且一个男人指着一个女人说你闭嘴。我不是男人，我是娘们，没关系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中呢，就你的问题啊，你懂我意思？剩30秒，哎，赶快再来了啊！倚老卖老，还有我的嘴脸，这个好，我待会慢慢再一一跟你解释。而且啊，还有你说我很激动，但从头到尾其实我都还好。身体不好就不要生气。你很激动 ，OK？ 对，感冒还来录影。感冒还来录影叫做敬业。那你要装出来没有感冒啊，对不对？我肾不好，我也没有让大家知道我肾不好。我今天还是神采奕奕啊，活力充沛啊。没有，可是这种事你看起来就长得很着急。
子一样，看起来你都68了。好，判定没有生气。哎，有风度，有风度，有风度。哇，预备，好，火力会全开吗？OK， 我开二十他就受不了了。对，计时开始。其实我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，我没有生气，对事不对人啊。第一个，茉莉啊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你的脸书上面我通通都按赞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你的观念要改。第一个，你来录影的时候脸不要那么臭，好让大家欠你钱一样。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会养成今天这个习惯？其实你被那些你的那些粉丝宠坏了。因为你是个知名部落客，所以可能有几十万的人去拥护他。其实那些都是假象，你一直活在你的生活、你的观念里面。我们可能倚老卖老，我们可能要教你一些事情，教你一些观念。你那些观念是不对的，例如说你对感情的观念啊，我可能要男朋友怎么样？如果说你的观念是对，那你今天怎么会单身呢？怎么会分手呢？对，这么大的，如果说你条件真的那么好，如果真的那么好。如果真的那么好，那就不会有问题嘛。那代表说一定是有某些地方你有差错，你没有去调整过来，所以才会有问题嘛。是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就是说，哎，我想要跟你分享，就是有时候你的态度，你的像录影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镜头没有带到，我们也是在做表情，在做反应，镜头什么时候都会 take 到你，你不能说没有 take 到你就在那边装傻放空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没有放空，我是很专心在听你在专心的打，你在专心的想要说啊，你在专心的发呆，你根本就没有反应。我并没有发呆 ，OK， 我有反，如果没有反应的话，制作单会一直请。我吧，不会哦。那是因为他们别人都在忙，就你最闲。我都跟你们在蕊啊，我怎么发到你？因为没办法配。如果说我今天不来，你会来？如果说我今天不来，你会来吗？你还不是靠我，靠着我的力量长大。最好是，如果我没有丢球还给你，等到你妹子啊，等到你拿这个名气啊，那大明星就屌了。对，没有问题的，直接加。请问一下，刚刚他哪一句话，哪一个 moment 最惹怒你？就是后面那边，而且我觉得你看，从他刚刚所有讲的话，都是一副就是他好像老子什么都懂。我没有说老子。像比如说呢，他讲说感情那个部分呢，你怎么知道是因为哎，拜托，最近好像单身的也不止我一个。对啊，那可能是我自己要去调整，所以我去反省。对，而且重点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上次上节目讲的那些什么感情观念，我们女生会动怒，就是因为你的观念也不正确啊。啊。我那时候很甜蜜哦，我那时候很甜蜜的。你的观念也有，我是最近学一些波兰的，对。对啊，你是转不动船呐，我一定救生圈的。不需要去找什么船。啊，你等着被鲨鱼吃掉好了。我是食鱼啦，你是食水啊，鲨鱼。OK， 幼稚。哦，哎，那茉莉，你几岁啊？我24。啊？看不出啊！你看起来像27、28岁，没有吧？什么27、28岁？你也这个太心态好了吧？你超成熟的，超成熟。我只是长得比较早。对长辈说屁嘞！我说你，我说帅帅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没有这样。他说哎屁嘞！你在外面早被打死了，对不对？啊屁嘞！看，哎，屁蛋。你们彼此有没有觉得对方哎，我蛮欣赏的某一部分？其实我蛮喜欢你的。他只要单独的我就按，哎，啊，我也不会去留什么眼，对，默默的欣赏你呀，就默默的。我如果今天看到你，我都不想骂你，也不想去纠正你，也不想教你，那代表你没救了。是，那今天还想教你，代表孺子可教也。如果把你调教一下，变你现在已经95分了嘛，差5分嘛，调教完了，就在一起了。我们世界就，我现在目前世界一个人嘛，就等你加进来嘛。一、二、一，跳。哎哎，有，好多嘞，你看好多进步。好，独跳一次来，独跳，来，这一跳。一个要弯呢，又往，急往，你看，首先这样子吧。一、二、一。第二，国民健康操。
对，虽然很近，他力量放，虽然放出来，对，要放出来，用力的，一次 OK， 用力，用力，再一次，全力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自己来，来，七。他可能后马上进步一本。你刚刚说这个可能后面有狼狗的话，如果说外面后面有男生要侵犯你，嗯，比如说有男生要侵犯你，然后你现在不能离开线了，我现在你要是被我抓到，我就要侵犯你喽。好，不要笑，我现在跟你讲真的。好，马上真的会哦。去，你也可以拿。小姐，哎，来摸一下吧。你要跳，跳，你不能跑。他真的害怕。能不能这样子？小姐，摸一下吧。哦，有了，看起来更撩人了，怎么办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会了就好，会了就好。会了，会了，好像也没什么乐趣。你刚这样一跳下，这样蹲下，我们讲，哎呦，就范啊！哥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的表妹，然后她是你的疯狂粉丝，然后想要借机会跟你稍微聊一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跟妈妈呢？私は、我是台湾人啦、啊。对对对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台湾人，台湾强人，强日文。你是来看录影是吧？对，然后很高兴有机会看到曾经是调酒师，现在没有啦。我那个都调酒师，那个是为了生活的啦。对啊，哦，所以你也是喜欢看我那个调酒。哦，所以你喜欢喝酒？对对对，我喜欢喝酒。我以为你是看我演出嘞。我喜欢那个另外一个卡拉耶。哦，那个很，那个很厉害哎。你我几年次啊？我笑了十年。十年。16。哇，那我大你26岁。对啊。刚刚好。你是欧巴。你觉得我漂不漂亮？那你觉得我漂不漂亮？还不错啊。最漂亮是哪里？我。169，那你觉得我？跟我老婆一样哎。对啊，那你觉得我最漂亮是哪里？因为太瘦了，对啊。哦。你几公斤啊？我50啊。50哦，我老婆多你13公斤，我老婆63。在你心里的分要不要换我？不管要不要换我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下辈子啊。我是说换我跟你拍照。我是说换我跟你拍照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照相不好看，没关系。可以搭你肩膀吗？可以搭你肩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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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照没问题。1、2、3。哇塞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手晃到了。那可以跟假亲亲照吗？这样老婆会不会生气？这样老婆会生气吗？没有啦，就是拍这样拍就好了啦。对啊，那假亲。放心，我只会传给你。没有啊，我只会传给你。没有你，你不用传给我啦，你就。刚才干嘛嘞？没有，你拍就好了，没关系了。换你当我的肩膀。要换你当我的肩膀。这样就 OK 了。这平台很好。你在干嘛？张运，你说大拇指。OK OK。你大拇指很像阿北。那你表演左右喝酒给我看。对，那你是你表演那个左右喝酒，左右喝三杯。就这样。你真的吗？死了，那个表演烂死了。没有啦，都是国光才把我弄成这样。有你才是最美的。现在我跟你讲，现在还有比喝三杯这个还厉害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还有鬼太鼓。那我看，我看。太脏了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快点，那就走三杯又三杯这样。对。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演完之后我就。对啊，那如果说因为。我这里够脏。用心来一下，两个人那就是左右这样嘛。那如果是三个人，那就是啊，太苦了。我自己脚都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你成年了，讲这个 OK 吗？这招好酷哦，这招很酷哎。什么酷？我真的觉得。拜托，多脏啊这个。你有经验吗？你尺度很大。我没有看过啊，你是有经验吗？那个是女生，男生哪有这样子的、啊？我学不起来，再问你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学不起来，我才问你啊。哎呦，那个很脏，你可以教我吗？不要学啊，那个不要学啊，你教惯就惯。好啊，好啊。但是我不一定能出来吧。对，那你教我。换赖。等一下。你都没有跟他换赖。这个是你说的这个。对，这是我啊，跟我长得像吧？你有修图啊？我哪有修图啊？对啊，那我本人比较漂亮吗？都漂亮，都漂亮。我老婆也很漂亮。
不要再讲你老婆，不要一直讲你老婆啦。我想念她，对。你这样我要生气了，你可以帮我按肩膀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拜托了。干嘛？肩膀怎么了？有点酸。我想说你艺校的应该比较会按摩。对，这是我一生的愿望。不好了，这样。这是我十年来的愿望。什么十年没有、啊？我喜欢你十年了。你是哪里酸啊？那个肩膀跟腰。腰不方便，肩膀就这边，我这边硬的。哦，对啊。这样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没关系，这样。啊对啊，你这边太没有气息啊！会痛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刚才是很硬，没办法。你这边很硬哦，你好厉害哦！这个气息，哇，你硬，好厉害哦，你好硬，哦，你这里好硬哦。这个超厉害，它气息。哇，我去按摩，他们是用这个，这么硬啊？他们是用没有啦。哇，这太硬了吧？坐坐坐，我们等久了啊，坐坐坐坐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来宾还没来。马哥，我最近听说，有一个最新的表演，什么？鬼太鼓是怎么回事？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什么时候？刚刚也有人。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表演？哎，马哥，你要不要看你那边那个场景？你有没有熟悉？那你那个有啊。所以你需要拿麦克风，你全程都我们都看到了。啊，你不是说看录影 ？Hello， 我有点喘，刚刚叫有点太久，我太喘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哎，你再按他一次，是不是真的？他的我是真的很硬。这里吗？嗯，你在右边是？你藏在右边。因为我姿势不良，我只喜欢在用东西是什么？你都用右手用东西，这边比较硬啊。对对对，他习惯，他以前就讲了，我用右手看手机。对啊，你看我多细心啊！我当你死忠粉丝十年了。你们这设计我的了，十年了，都可以不用睡觉，这样子一直联合了。现在你们大概都到了一个年纪了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一些忠告要告诉年轻人，要怎么样保养体力？我的忠告就跟年轻朋友讲说，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哦，其实这些额度都会用完的。像我们之前太浪费，所以现在会知道自己的痛苦。对，要珍惜，再好的车你这样每天操会挂，一定会挂。再好的屁股一直夹也会不行。不会啊，可以的。像我们以前就是因为真的爱玩，因为我从南部上来，所以爱玩就每天也是这样，每天喝可以这样每天喝，可是喝到现在我自己知道我肝指数也过高，所以这都是问题，现在都慢慢浮出来，所以现在要自爱，对，觉得自己可以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真的早起来怎么没死，可恶，再喝，要自爱，对，真的要自爱，难怪说再喝那个脸狠一点，喝一二三转，再喝了。不够狠，刚刚那个比较狠，手要出杯子，然后一说什么？讲完话要干一杯，一二三 ，Go， 喝，好，来一个连三喝，哇塞，这个大木喝三杯的，喝三杯的，喝三杯，去 Go， 很脏。很脏，很脏，很脏，好了，来个连六喝，我不会，我六的，我不会这样，可以，这样也很脏。